大肘子，刚出锅的大肘子啊，自己煮的大肘子。哎，倒点秘密料汁。你们喜欢吃这种大肘子，还是喜欢吃大肘蹄子呀，姐妹们？看，热腾腾芥末。哎，刚洗净洗的辣椒。现在全是油，姐妹们，在你们那边去买这样一个熟的卤猪蹄多少钱？卤猪子多少钱？在我们这边的话，好像要30多，一个30多。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